给他唱好啊。英姐来了，欢迎欢迎，崔竹，世青，好的，咱们就进入正题了哈，进入正题了，开始讲。剑菊愁烟阑气露，哎，大家读了一下这个歌词，比如说“落木清寒，燕子双飞去，明月不谙离恨苦，斜光到晓穿朱户。”他字里行间呢，都是流露的是一种失落，是一种比较伤感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。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这是很孤独的。就独上高楼是谁？谁独上高楼？是自己，自己站在很高的地方，就望尽了我们通往遥远的这样的一个路啊，一个路途，好像看到了尽头。那我想给我的心上人，我想给他写信，但是呢，山高水阔。重重的高山啊，连绵不断的这个水、河水、湖水等等等等，这个都不算什么。最重要的是最后一句：“山高水阔，我却不知道我心上人他到底在哪儿啊？”对吧？这是多么的孤独的一首诗，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很伤感，很孤独。是的。总之呢，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啊，就是比较失落的感觉啊，所以大家唱的时候千万不要说，哎，我又甜，我又怎样哈、啊？好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，我给大家做一个伴唱啊。大家同样都是可以到抖音去搜到《蝶恋花》这个的伴奏哈。好，大家把谱子拿出来啊。斜光到晓穿。
小一点声，小点声，小点声，谢谢。啊，太棒了，是不是好感人？很好听的这样的歌。哎，雅思来了，欢迎，小飞、香烟都来了。首先我们陶醉在这个旋律里边，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到这个作品它讲的一个意境，它讲述的一个意境。讲的是什么呢？很幽怨，对不对？说明月呀、你不知道这个离别之苦，你就那么傻呆呆的，斜光到小穿朱户，一直到黎明，你还是照着人家的家里，啊，你就让我特别特别的难过啊！这个夜里啊，西风又非常的惨烈，刮了一夜，把这个绿色的树啊都吹凋零了。那我呢，只能自己登上高处，望尽那消失在天涯的路。所以我想给我的心上人写信，写信啊，发现山高水阔，我又不知道他在哪。这刚才我自己录的一段啊，就是我把我给你们示范，我自己录下来了。好听哈，来，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歌，咱们在唱的时候有哪里是需要注意的啊？啊，间居，大家发现居这个像韵母音，间居，我们一定是要把它挂到韵母音的共鸣上。大家记住啊，这首歌主要前面啊，整个都是要挂到这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上，你可以理解为你的韵母音共鸣笼罩了这首歌的一个感觉。所以我们唱的时候不能这样间居，这样是不好听的。一定要吸开鼻子，鼻咽腔后面打开，往韵母音的共鸣上走，气息作为一个支撑。好，君君、秀琴看到你们了。好，来，间居，非常小，空间呢，空间非常小，不要间居，一定要咬的小，间居，间居，抽烟拦起路。哎，你会发现韵母音找到了以后，你剩下的字儿往里放就行了啊，它有一个呼吸的气口。间居唱完，抽烟拦起路，落木轻寒，燕子双飞去。它有一个气口啊，我给大家来做一个示范。间居，抽烟拦起路，落木轻寒，燕子双飞去。看到了吗？双飞去，燕子双飞去，我们全部都是往韵母音上走的。fa 飞，对吧 ？fei，fa 飞，它也是一个带一的一个元音，所以燕子双飞去。啊，所以双字儿我们要说的比较浅，不能双飞去。尤其是以前唱美声的同学啊，唱美声的同学更要注意，咬字呢一定是咬的薄，靠前去咬，你的声音会更加的集中明亮。那如果你整个都是向后靠的，那么这首歌它就是另外的一种唱法了啊，另外的一种唱法，那体现的它与原著它这个想要的感觉就差的有点远，所以我们在这里面一定是要一个集中的一个明亮的啊，集中的明亮的一个有通道的声音，不要往后抠啊。好，明月同样一母音，对吧？明月间居，明月，同样咬住，吸气。重要的是离字儿，离字儿的这个母音，它一母音整个的统一了你前后的那两个字。不
苦，不要唱成不问离恨苦，千万不要往里抠。不问离恨苦，非常的清晰，非常的明亮，靠前啊！好，桂兰，桂兰姐，欢迎。啊，不安离恨苦，血光刀削穿朱户。我们在刀削后面进行吸气，血光刀削穿朱户。大家发现了，朱户两个字儿全部都是一个乌母音，所以朱户我们理解为原地不动的去换字。如果你是唱成血光刀削穿朱户，你会发现两个乌母音唱的截然不同，这肯定是错的。它就像一个公式一样，你放在这个题里面，你一去验证就证明了这个换了地方它就不对，因为它除了前面的这个声母不一样，乌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动一下舌头和这动一下舌头，它就读朱呼朱呼，你看完全没有动。血光刀削穿朱呼。好，吸这个，换一个气啊！昨夜西风凋碧树，我们发现。昨夜西凋碧，整个这一句话里面有四个字占了一母音的共鸣，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，主要你需要依赖的还是一个一母音。昨